不是我的生日呀！谁说非得过生日才能庆祝？今天我们的小菜鸟喜获新生了，难道不应该庆祝吗？这第一根蜡烛啊，我想点给一岁的焦家园小宝。那个时候的你呢，一定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幸福。那一年我7岁。 我却要经历父母之间的争吵。第二根蜡烛，我想点给5岁的焦家人小朋友。那一年，你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故，我也差不多。那一年，我父母离异。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我们都学会了要坚强，要自己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。这一根要点给18岁的焦家人同学。那一年的你，应该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女了。 而那一年的我，我正式成为了一个儿科医生。我们都很棒，我们都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努力前进。再点上一根，这一根是为26岁的你而点的。这一年你来到同心，我跟你终于遇见了。我说实话。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遇到你这么样一个女孩，从来没想过。你改变了我，我想回到过去看看你的样子，看看你每个时期的样子。我想帮你补过你之前的每一个。 见你，我很幸福。 我也很幸福啊。